好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那这盘棋是今天二月七号进行的 LG 杯决赛的第一局，由黑方杨鼎新对战白方申真谞。我们一起来欣赏下。开局黑棋大跳，然后白棋小飞挂，黑棋小尖，白棋往左边逼住啊，黑棋脱先小飞挂，白棋单关跳，然后黑棋往右边逼住。双方现在右下方定型。 白棋尖顶，黑棋往前一长，白棋选择夹过来，啊，先把黑棋下方这一带的模样打散。那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选择扩张右边的模样，啊，跳一个，这手棋价值非常大。如果说白棋往前一飞，分段黑棋的话，啊，其实对于黑棋这两颗子来说影响并不大。黑棋可以选择点三三，白棋团住，啊，这两手棋的交换，黑棋肯定不亏。 以后在右边还可以继续掏空，啊，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先跑出这两颗子，白棋要是往上一压，黑棋扳住，顺势在右边围控，啊，黑棋的步调也非常不错。实战黑棋往上大飞，那白棋肯定要选择靠压出头，啊，黑棋挖粘，白棋粘上。这个时候黑棋上方这手打吃就变得非常关键，啊，当然黑棋可以先选择点三三。 白棋往右边一冲，黑棋再往上打吃，啊，这个时候就看白棋如何定型。如果说白棋粘胜的话，那黑棋可以在下方二路扳，啊，在这一带还是有些搜刮。而且交换完这两手棋之后，黑棋下方这块棋的眼位也可以撑出来。如果说白棋要是选择二路立，先把角控围住的话，那黑棋提掉上方这一颗子，啊，提掉这一颗子。 黑棋非常厚，而且从心情上来说也会非常愉悦。实战黑棋往右边一跳，啊，当然这样定型的话，白棋也会多一些选择。这个时候白棋可以往前单长，啊，压缩黑棋右边的空，而且因为黑棋右边这一块气比较紧，啊，白棋还有这个冲断的手段。黑棋要补断的话，可以先在旁边连爬两下。 然后抢到一个先手，往左边补齐。白棋点四，黑棋粘上。啊，这个时候白棋还是要补一手，不然的话黑棋往右边小尖，白棋粘上。啊，白棋右边这一串效率就会比较低。啊，这样定型黑棋也还不错。实战白棋冲完之后再一粘补断，啊，黑棋往上打吃，白棋粘上，黑棋再往二路一虎。啊，黑棋下的还是非常实惠。 先把右边这一带的空拿住，白棋在上方切断。啊，那这个地方黑棋就不要从三路打吃了，不然的话白棋单长，黑棋补断，白棋一路打吃先手，黑棋粘上，白棋再往上方断打。这样下黑棋不太行，因为黑棋跑出来的话，白棋往右边拐打，黑棋再一长，白棋往上一压，黑棋不仅是右边欠了一手棋。 外面黑棋这两颗子也需要连回，而且就算黑棋连回，外面的这个包围圈还是欠了一手棋。之后白棋可以选择靠出，而且黑棋角上这一块现在也没有活棋，所以说这样下黑棋不行。实战黑棋从二路打吃，白棋单长啊。一般来说，这个棋型黑棋会选择多爬一下，这样定型也可以。看白棋。 外面如何补棋？啊？如果说白棋拐打的话，那黑棋可以在上方引针啊。白棋右边还要再补一手。如果说白棋单长，那黑棋可以跑出这颗子。白棋左右两边被分段的话，还是会有些头疼啊。如果白棋在角上补一手，那黑棋再往右边二路爬啊。白棋右边这三颗子，如果继续逃跑的话，会越走越重。 啊，如果说走成这样，白棋大致还是会选择转换，黑棋右边也可以增长不少目数。如果说白棋往外一飞，那黑棋选择尖三三，啊，这样的话黑棋的目数也非常不错。白棋在上方还要再补一手，而且周围这一带黑棋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借用。实战黑棋选择尖三三，啊，白棋打吃。 黑棋粘上，然后白棋二路夹，黑棋粘上不断。之后白棋二路立啊，这个地方如果说不走的话，黑棋可以二路搬过啊。白棋二路立，然后黑棋再往上一压，黑棋下的还是非常凶狠啊，直接要把白棋封锁。白棋往右边拐住呵呵，黑棋单长，白棋先往前一跳，扩大眼位，黑棋往上一压。之后白棋二路打拔。 那黑棋脚上肯定要再补一手，啊，黑棋往旁边一挤，白棋粘上，然后黑棋再往右边一冲，这个时候白棋右边还是要先原地补活，啊，当然刚才黑棋也可以选择二路夹，虽然说对于白棋右边这一块的死活造成不了威胁啊，但是可以吃住白棋上方这两颗子，白棋断完之后，黑棋贴住，啊，白棋在做活之前。 可以先在上方交换两手啊，这个是白棋的便宜啊。多了这两手棋的交换之后，白棋上方这颗子处境将会更加安全一些。啊，之后白棋再选择右边原地补活，这样也是一种定型。实战黑棋冲一个，白棋拐住，然后黑棋再往上断打啊。当然这个时候白棋可以选择直接往上靠住。 黑棋一提，然后白棋两眼活棋。实战白棋还是先选择长出来，那就还原成刚才的变化啊，主要是多了这手棋的交换，白棋在外侧的借用会变得更多一些啊。之后白棋做活，黑棋再往下一冲，这个时候呢，白棋也可以选择切断黑棋左边这块棋的联络啊，靠完之后再一扳。 把这一带的空全部撑住，实战白棋一路渡过啊，黑棋在右边一路立，这个是黑棋的先手权利，白棋团住做活啊。之后黑棋选择在旁边打吃，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棋一路跳的话，那以后白棋一路粘上是一个先手啊，因为黑棋不走的话，白棋再往右边一冲，黑棋不行。 黑棋在角上补一手的话，白棋多了一路这颗子，对于以后下方这一带的定型啊，对于黑棋来说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。所以说黑棋补棋的话，选择从旁边打吃，这样的话以后白棋一路粘就不是一个先手了啊，黑棋角上就不需要再补棋了。实战白棋从旁边拆一。 那黑棋这块棋也可以选择看清。如果说黑棋要是直接跑出来的话，这块棋还是会显得有些重啊。实战黑棋点刺，看白棋如何应对。那这个地方白棋的选择也非常多啊。首先，白棋可以往上一穿，这样的下法就非常凶狠了啊。但是白棋自身也会非常薄啊，很明显这个断点非常多。 黑棋可以暂时脱先，根据以后周围的这个定型，决定在这一带啊施展如何的手段。白棋也可以先选择往上一冲，黑棋要是搬住的话，白棋还可以往右边一挤，啊这样下双方就要形成一个转换了。黑棋在右边打吃完之后粘上，白棋往上切断，黑棋再往左边冲完之后穿下来。 弃掉右边这一串，但是黑棋左边的这个潜力也就撑出来了。所以说这一代白棋的选择非常多啊，实战白棋就简单粘上。那黑棋这手棋的交换肯定是便宜了。之后黑棋连回，白棋从二路连回。啊，这一块棋黑棋就暂时不用担心了啊，因为往外出头还是非常顺畅。之后黑棋可以在下方拆二。 啊，这手棋进一步限制白棋的发展，并且以后脚上啊这一带白棋也没有特别严厉的手段，或者说黑棋往上二间低夹也可以啊。不过因为白棋在右边有一些借用啊，所以说白棋也并不是非常担心，白棋还是可以简单制孤。实战黑棋选择小飞挂，然后白棋还是在上方拆二补了一手。 那总的来说，这盘棋下到这儿，局势还是非常漫长啊。那我们稍事休息，根据棋局的进程，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。好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。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二月七号进行的 LG 杯决赛的第一局，由黑方杨鼎新对战白方申真谞。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，啊，这盘棋下到这儿，现在局势还是比较漫长啊。接下来主要看上方这一带的定型。 白棋拆二，想要先把右上这块棋安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说黑棋直接选择在左上方双飞燕的话，白棋靠压完之后再一长啊，黑棋三路拖，白棋搬完之后粘上啊，这个都是常规的定型。主要是以后上方如果说被白棋拆过来的话，那黑棋这块棋还是稍微有些局促。所以说实战黑棋先往上一碰啊，这一手棋是个妙手。 看白棋如何定型。如果说白棋单长想把这一带走后啊，不想给黑棋太多的借用，那黑棋再选择双飞燕，那、啊、多了上方这手棋的交换，跟刚才就有区别了。那很明显，白棋再往上方靠压，黑棋这一块棋的处境就会比刚才更好一点。如果说白棋搬住的话，那黑棋单退。 白棋再往前一压，黑棋连回，黑棋直接原地安定。白棋右边还有一个断点要补，白桥是直接补断，那很显然效率非常低。白桥是先在右边交换一手，那黑棋补棋啊，关键是白棋这个上方的断点还是没有补上。白桥是选择尖顶啊，黑棋可以直接脱先，在右边切断。 这个断点非常严厉，白棋单长连回，黑棋往上一长，白棋是往左边一虎啊。虽然说左边这一块白棋走的比较厚啊，但是对于黑棋来说并没有太大影响。黑棋直接往外冲，这一块棋往外突围肯定是没有问题。白棋旁边这两颗棋筋还要继续往外逃跑，然后黑棋。 再选择往外一冲作战，白棋左右两边都没有安定啊，这样形成战斗的话，黑棋完全可战。实战白棋现在右边交换一手啊，这一手棋从目数上来看，其实白棋并不便宜啊，可能白棋觉得，如果说现在不走的话，以后就交换不到了。啊，接下来白棋选择往上一扳。 如果说白棋还是选择往这儿搬住的话，啊，然后在角上围控，黑棋往右边切断，白棋单长，黑棋往外长。啊，如果说白棋先跑出上方这两颗子，那黑棋往上贴住，啊，黑棋只要把外侧这一带走后，白棋右上方这一块再想往外突围就非常困难了。啊，如果这样定型，那白棋。 只能选择原地做活，往上一飞，黑棋再选择飞刺，把这一带全部包扎住。啊、虽然说白棋上方已经活棋了，但是还是显得比较委屈。黑棋右边增长了一些木薯，白棋上方这三颗子也非常单薄，这样下黑棋也可以满意。实战白棋选择二路搬，黑棋点三三。 啊，接下来白棋还是非常纠结啊。这个地方如果说从旁边挡住的话，那黑棋爬完之后二路搬粘，白棋要是补断，那黑棋在左边补一手啊。上方这块空白棋还是欠了一手棋，就算白棋再补一手，黑棋还是有各种腾挪的手段。白棋要是选择脱先，往下方拆边。 那黑棋在上方切断，这个地方黑棋的收获非常多，那足够弥补左下方这个目数上的损失。实战白棋往左边挡住，啊，黑棋连回，白棋再一长，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选择二路小尖。实战黑棋往左边二路立，啊，这手棋主要是强调白棋左边的这块空，啊，很难围。 因为这个时候，如果说白棋补一手的话，黑棋就在下方拆二，黑棋的收获还是非常大。而且左边这块空，因为二路漏着风啊，所以说白棋还是欠了一手棋，这样下白棋不满意。接下来白棋还是要回到左下方定型啊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说白棋拆过来的话，黑棋还是会选择在上方打入。 白棋要是点过来，黑棋就往前一压啊，因为黑棋左下方已经脱先了两手棋，这个地方如果说形成转换的话啊，黑棋只要能原地安定就可以满意了。实战白棋往上一碰啊，这也是一个常规的定型方法。黑棋要是扳住的话，白棋反扳啊，然后往前一长。 黑棋占上，白棋连回，黑棋再往前一长，白棋贴住，黑棋再往右边一碰。实战黑棋往左边单长。啊，那接下来如果说白棋选择往右边一长，黑棋爬一个再往前一跳，把这块棋原地安定。啊，虽然说白棋左右两边可以连成一片，但是黑棋抢到一个先手，在右边寻求联络。 啊，其实白棋的收获也并不是非常多，因为白棋左边还欠了一手棋。白棋要是补一手的话，黑棋就在中间走一手。啊，白棋这一带的潜力也非常有限，上方的这个空还漏着风，然后以后左边黑棋二路搬粘，还有一些搜刮。啊，白棋这一带的后位也就被限制住了。实战白棋往前一跳，然后黑棋还是在上方打入。 那这个地方，AI 的推荐是白棋选择三路拖，黑棋如果说扳住的话，白棋在外侧切断。啊，不过这样的定型，黑棋也非常不错，因为黑棋啊外侧这一块还是可以简单安定，然后白棋左边的空也非常扁，白棋要是选择往右边一飞，啊黑棋挖山，白棋还要再补断。 啊，左下这块空，白棋也露着风，啊，所以说这样下黑棋也非常不错。实战白棋挡下来，然后黑棋挖一个，啊，接下来如果说白棋从上方打吃的话，黑棋粘上，啊，白棋往左边一扳，黑棋先手一爬，然后打吃完之后再往旁边一虎，啊，原地安定，白棋外侧也并不是非常厚。 实战白棋断打完之后，再往左边一扳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往上一虎，黑棋一路打吃，白棋粘上，然后黑棋原地做活。啊，这样定型的话，其实白棋下方的空也损失了非常多。而且这个地方虽然说白棋暂时不用补棋，但是以后被黑棋往上方拐住的话，啊，白棋这儿还是欠了一手棋要补。 如果说现在白棋往上一飞，啊，想要吃住黑棋这三颗子的话，啊，其实走在这儿黑棋就完全可以脱先了，因为白棋就算再补一手，啊，把这里的这个木数全部围住，效率也并不是非常高。实战白棋往左边拆一，还是啊想接应白棋上方这三颗子。 那这个时候呢，黑棋完全可以先在上方定型，啊，在这儿交换完这几手棋之后，黑棋可以选择进攻白棋左上这一块，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并不一定非要说把白棋全部吃住，啊，黑棋可以先往上大飞，看白棋如何选择。如果说白棋选择从旁边连回的话，那黑棋在中间这一带还有些潜力。 而且左下方这三颗黑子，白棋也没有完全吃住。白棋要是在左下方补一手的话，黑棋就先把右下方这块棋连回。啊，这样下黑棋也非常主动，或者说黑棋往前跳一个也可以。啊，虽然说白棋上方这三颗子往外出头会比刚才更加顺畅一些，啊，但是黑棋也可以把左下方这一块连回。 啊，可以先往旁边大飞，威胁白棋下方这个断点啊。白棋要是补一手的话，黑棋再往前大跳；白棋要是往前一跳，黑棋贴住，白棋再往前一长啊，黑棋可以再往旁边补一手。这样下的话，我们会发现黑棋左右两边全部连成一片了啊。右下方这块棋现在也是非常安全，而且黑棋中间这一带的潜力也就撑出来了。 啊，所以说这样下黑棋也非常不错。实战黑棋下的更为凶狠啊，直接往旁边点刺。本身白棋这个拆一位置就比较低啊，黑棋再点过来，白棋还是非常头疼啊。这个地方白棋非常想选择反击。如果白棋往外一冲，那黑棋左边一飞又是一个妙手。 因为白棋上方并没有选择补断啊，以后还是会存在这个冲断的问题，而且白棋这块棋气也比较紧。白棋要是选择往旁边小尖，黑棋往外冲，这样的话白棋左右两边都欠了一手棋，啊。白棋要是往左边一冲，本身左边这块空味道就不太好，然后黑棋可以先吃住白棋左下方这三颗子。 啊，黑棋全部连回的话，那黑棋非常不错。这一代还增长了一些木数。啊，左边的这个借用也非常多。实战白棋还是选择粘上。啊，那这手棋的交换，黑棋肯定是便宜了。接下来黑棋往上小尖，想把这一块全部连回。啊，白棋往外一飞，分段黑棋。接下来如果说黑棋直接跑出这三颗子的话。 啊，往外冲，白棋双一个，黑棋再往旁边靠住，白棋小尖连回，黑棋再往上一冲，啊，这一带还是有棋，因为如果说白棋要是冲断的话，很明显黑棋粘上，白棋两边都需要补齐。白棋要是挖断，那黑棋往上一粘，就全部连回去了，所以说这一带定型白棋非常麻烦。 当然，黑棋也可以选择先在左边交换一手，然后再往上小尖。啊，这样的话，白棋左上方这三颗子就无法连回了，只能选择往外突围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能看到黑棋之前在上方交换这手棋还是非常妙。啊，这个时候黑棋刚好往旁边一长，白棋还要选择二路爬，然后黑棋再选择跳回，白棋上方的这个联络也被切断了。 白棋要是往中间突围的话，啊，黑棋顺势选择靠出，白棋单长，黑棋跟着走就可以了啊。因为黑棋左边这一块完全不用担心，随时可以从二路跳回啊。但是白棋就非常危险了，而且右上方白棋这块棋还是比较单薄啊。以后黑棋不管是搬住还是往上方一点啊，这个地方黑棋的先手借用非常多。 对于白棋左上这块棋还是会产生一些影响。我们来看实战，黑棋往上单长，啊，这个方向肯定是没有问题。然后白棋往前一爬，黑棋再选择连回。白棋先往右边点刺，啊，黑棋冲断，然后白棋二路小飞连回。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选择反攻的话，就非常勉强了。 啊，比方说白棋要是往这儿一点，黑棋往三路小尖，白棋要是再往外一飞，黑棋直接往这儿飞刺，啊，白棋的这个棋形已经出现问题了。白棋要是靠住，黑棋连回，白棋再往上一连，黑棋再选择补一手，白棋小尖连回，黑棋往这儿点刺，啊，白棋不仅是往外出头非常困难啊，这一带的眼位。 已经受到了影响。实战白棋还是小飞连回啊，黑棋往上小尖，然后白棋往二路一爬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说黑棋选择往上贴住啊，把这块棋连回的话，那被白棋往左下方补一手，黑棋肯定不太愿意，因为本身白棋左下方啊这一带就非常单薄，白棋如果说一手棋。 把这里全部补好的话，而且又吃住黑棋这三颗子，那白棋的收获还是非常大。而且黑棋右边还要再寻求联络啊，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还是要选择跑出来，往左边靠住，白棋往上挖断，黑棋再往右边一拐。那这个地方白棋还是非常头疼啊。首先很明显下方欠了一手棋，白棋要是选择搬住的话。 啊，可以紧住黑棋的气。那黑棋最为简单的定型就是搬完之后再往前一压。白棋要是搬住，黑棋反搬。啊，黑棋只需要简单连成一片就可以了，中间的潜力还是可以撑出来，而且左边这块棋也就比较安全了。如果说白棋双一个，啊，看上去这样补齐更为扎实一点啊，但是。 黑棋在旁边就多了一口气，啊，这样的话黑棋往旁边打吃，这里要出棋了。白棋这个时候只能撑这个劫，黑棋一路扳收气，白棋在上方断打，黑棋提劫。关键是黑棋的劫材非常多，啊，很明显黑棋在右下方冲一个，啊，白棋连回以后，黑棋再往旁边冲，这个地方都是劫材，啊，所以说白棋要是撑这个劫的话，非常勉强。 实战白棋还是选择补一手，那黑棋直接往旁边靠住，白棋这三颗子就直接被吃通了。那这一代作战，白棋还是非常亏。现在黑棋全盘的目数非常不错，接下来白棋只有寻求啊进攻黑棋右下以及黑棋左边这一块啊，但是对于白棋来说，现在的这个局势已经相当不利了。 啊，黑棋这两块棋相对来说并不是非常危险。实战，白棋往上一飞，黑棋往左边一飞，啊，在出头的同时，先把这个眼位撑出来。白棋往旁边靠住，黑棋往上一扳，白棋切断。啊，那接下来主要就看这一带的战斗了。啊，现在这个局势，黑棋非常不错。好，那棋友们，我们稍事休息。 根据棋局的进程，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。好，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二月七号进行的 LG 杯决赛的第一局，由黑方杨鼎新对战白方申真旭。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，啊，这一盘棋下到这儿，现在是黑棋优势的一个局面，啊，黑棋全盘的控非常不错。现在白棋的思路就是猛攻黑棋左右两边的大龙。 啊，但是白棋还是有些勉强。实战白棋在中间切断啊，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选择往下方一冲，然后再从右边打吃，再往上穿出去。啊，白棋要是断打完之后，再往旁边一顶啊，这个地方虽然说白棋有一些先手权利啊，但是完全不影响黑棋大龙往外突围。白棋要是打吃这两颗子的话，黑棋还可以跑出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争不掉。 白棋最终还是要粘上补断，黑棋再往左边一跳，还是可以往外突围啊！实战黑棋往左边打吃完之后贴住，下的也是非常凶狠啊！白棋这几颗子气还是比较紧啊！白棋是在上方断打完之后再往左边打吃，黑棋可以从右边靠出啊！这个地方因为白棋中间还有断点啊，所以说也无法分断黑棋。 白棋要是先在左下方交换几手的话，啊，再往上方贴住，啊，黑棋往右边一扳就可以了，啊，可以全部连回。中间这两颗子白棋也吃不住。实战白棋往左边拐住，然后黑棋打吃完之后再往上一冲，白棋单长。这个时候黑棋就直接可以在右边补齐了，啊，不管黑棋是往右边拐住，还是说往上一冲。 然后再往右边补一手都可以，因为黑棋在右边补齐的话，虽然说会落一个后手啊，但是白棋左边也并不是很好封锁。白棋要是往这儿走一手的话，黑棋往前先手一长，白棋往左边一冲，黑棋再往前一跳，白棋中间肯定还是要补齐，而且就算白棋补一手的话，啊，黑棋再往前一跳。 白棋在这儿还是欠了一手棋要补，啊，以后黑棋中间这颗子还是可以连回。白棋要是选择在上方尖刺啊，黑棋粘上。首先，黑棋左边的眼位还是非常丰富啊。如果说白棋选择往左边走一手，缩小眼位的话，那黑棋还是可以把中间这颗子连回。这样下的话，白棋外面的包围圈也是非常单薄。 而且以后黑棋还可以跑出左边这颗子，啊，黑棋这一代的眼位还是非常丰富。实战黑棋直接在左边补了一手，啊，先确保这块棋可以原地安定。啊，那这个时候 AI 的建议是白棋往上一碰，但是这手棋其实黑棋也并不是非常担心啊，因为黑棋往上一扳，还是可以在右边补棋。 白桥是断打的话，那黑棋长啊，白棋两边都欠了一手棋要补。白桥是选择往右边一长，黑棋就把这一带的眼位撑出来。实战白棋在中间双打吃，然后黑棋在右边补一手啊，白棋再往上方封锁，之后黑棋往右边小尖。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提掉这颗子的话，那黑棋往左边先手一长。 再往上一冲，还可以反攻白棋啊！白棋要是扳住的话，黑棋直接往左边切断，白棋连回，黑棋再往上方一扳。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，白棋左上方这三颗子的联络已经出现问题了。白棋要是往右边一跳，寻求联络的话，那黑棋就往左边补一手啊！这样下的话，首先黑棋的眼位非常丰富。 然后白棋在中间这一带的联络还是存在问题，还是要补齐。然后白棋右上方现在也欠了一手棋要补啊，所以说这样下白棋也是不太行。实战白棋往右边靠住，黑棋挖粘，然后白棋往旁边小尖继续封锁。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选择啊，直接连回中间这颗子。 白棋是在外侧封锁的话，黑棋挤一个先手，白棋粘上，然后黑棋再往左边一长，啊，黑棋还是可以原地做活。实战黑棋往右边一穿，啊，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往上飞风的话，那黑棋还是可以连回这颗子啊，跟刚才的定型差不多。如果说白棋往旁边挤一个。 那黑棋往左上方一飞啊，白棋冲一个，黑棋单退。白棋在左边切断的话，黑棋也完全不用担心啊，可以在旁边反打。白棋一提，然后黑棋再往左边打吃啊，还是可以把这里的眼位撑出来。实战白棋提掉，然后黑棋往上一冲，白棋扳住，黑棋往左边一长啊。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选择往左边一冲， 那黑棋就在右边切断，白棋单长，黑棋贴住，这样下的话，白棋左边还是要再补一手，黑棋可以顺势做活。啊，这样下黑棋非常满意，而且白棋右上方还要再补一手棋。实战白棋选择二路小尖，啊，这个时候黑棋最为稳妥的下法就是直接选择在这儿做眼。 原地安定，实战黑棋下的更为凶狠啊，就是在上方切断，然后白棋连回，黑棋往左边先手一冲，再选择一路扑啊。如果说黑棋现在右边单长的话，那白棋可以先往上方靠住，把黑棋上方这三颗子分断，而且这个地方白棋还是一个先手。如果说黑棋不补棋的话，上方有一个二路透点的手段。 黑棋粘上，白棋再往旁边一挤，补一手。啊，黑棋要是这样定型的话，就并不是非常简明啊。实战黑棋往左边一路扑，白棋一提，然后黑棋再往上方先手一挤，啊，再往旁边一扑，白棋提掉，然后黑棋在上方挡住，白棋挤一个，黑棋选择往上方粘上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说黑棋粘在这儿的话， 啊，看白棋如何定型。白棋要是粘上，那黑棋打吃完之后，再往旁边一侯，还是可以原地做活。白棋要是选择切断的话，那后续的这个变化就跟实战差不多，等于说白棋弃掉左上方这一块，然后再选择往旁边定型。 实战黑棋先往上一粘，白棋在旁边打吃，黑棋粘上，白棋断打，黑棋提，然后白棋再往右边打吃。那这样定型的话，黑棋还是收获了不少目数啊。接下来就把中间这一块往旁边连回。实战黑棋往上一飞啊，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往旁边一挤，那黑棋粘上，白棋再往上一长，黑棋贴住。 白棋再往上一飞，黑棋可以先往旁边打吃，啊，因为白棋要是粘上这两颗子的话，黑棋往上一冲就可以连回了。白棋要是往上方反打，那黑棋提，啊，那黑棋还是可以做活。往左边有眼位，往右边还可以寻求联络。所以说，白棋往这儿挤一个，黑棋完全不用担心。 如果说白棋单长的话，那黑棋往右边贴住，白棋再冲断，黑棋往上小尖，那、啊、还是可以连回。白棋要是现在选择挤一个，黑棋粘上，白棋往左边切断，黑棋可以往旁边打吃，继续破空。实战白棋是在左边补了一手，啊，其实这个时候黑棋的时控还是非常不错，啊，所以说黑棋最为简明的下法就是选择贴住。 啊，白棋是几个？黑棋就在右上方受控。我们来看实战，黑棋先往左边打吃，白棋一提，然后黑棋团住，啊，还是想要把这些子全部连回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说白棋现在右边搬一个，啊，想对黑棋中间大龙的联络造成威胁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，黑棋断打，白棋再往上一搬。 黑棋可以选择贴住啊，先在这儿补断，因为黑棋右下方大龙肯定是活棋啊。白棋要是冲断的话，黑棋团住就可以了。如果说白棋往上碰一个，那黑棋还是可以选择贴住。白棋往右边一搬，黑棋断打，白棋再往旁边一冲，黑棋往上一双，白棋冲一个，黑棋搬完之后再选择往右边一搬。 这样下的话，黑棋还是可以连回啊。白棋是在左边断打，黑棋往右边一虎，上方可以连回，右边还可以吃通白棋啊。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的联络暂时不用担心。实战白棋往上一飞，黑棋冲一个。白棋要是选择挖断的话，黑棋断打完之后再往上方打吃，白棋粘上，黑棋再往右边一虎啊。很显然这样下白棋也不行。 啊，白棋右上方还欠了一手棋要补。实战白棋单长，然后黑棋粘上，白棋再往二路一爬，黑棋连回。啊，接下来就要收官了。之后白棋往左边一冲，黑棋在右上方收控，白棋二路立。啊，黑棋先往左边一扳，白棋断打，然后黑棋往上方贴住。 之后白棋一路搬粘，黑棋先在旁边打吃，啊，白棋往左边一吼，之后黑棋往下方一冲，白棋挡住，黑棋先手一提，白棋粘上，啊，其实之后只要不出棋的话，白棋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。接下来黑棋往左边打吃，白棋一提，啊，AI 的建议是这个时候黑棋往右边打吃补一手。 这样下更为稳妥一些。白棋是在左边切断，黑棋就在右上方补断，啊，还是黑棋优势的局面。实战黑棋往旁边补断，但是被白棋往这儿点刺，黑棋就有些麻烦了，啊，这个时候黑棋还是应该选择在旁边打吃，往这儿补一手。白棋要是往右边冲断的话，黑棋粘上。 啊，白棋再一粘，那黑棋就弃掉这几颗子，然后抢到一个先手，往上方补断，还是黑棋优势。实战黑棋粘上，然后白棋往左边一冲，黑棋往右边一粘。啊，这个时候黑棋还是应该选择在上方粘上。虽然说白棋冲完之后再一粘，黑棋粘上，白棋连回这颗子，黑棋在旁边打吃完之后还要粘上补断。 白棋可以在上方断打，黑棋反打，啊，这个时候白棋可以先在上方断一下，啊，紧住黑棋的气，之后再选择扑劫。这样下的话，黑棋往上方提掉，啊，然后白棋就吃住下方这几颗子。虽然说黑棋还是会损失一些木薯啊，但是这样下肯定要比实战好很多。实战黑棋在右边粘上，白棋往左边顶住，啊，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。 黑棋补一手之后，白棋有一个非常凶狠的下法，就是连回这颗子。这样下的话，黑棋要往旁边补断，然后白棋再往上一冲。黑棋要是往左边一跳，那白棋一冲，黑棋扳住，白棋反扳，黑棋往上方连回的话，白棋挤完之后再往右边拐住。这样下的话，黑棋右下方大龙的联络。 就出现问题了。黑棋要是往上一跳，白棋单长，黑棋再一双，白棋可以往上方单并一手，啊，这样下黑棋非常危险。如果说黑棋要是选择往旁边搬住的话，那白棋反搬，黑棋往左边靠住，但是这块棋的联络还是存在问题。白棋可以往上方一顶，啊，这样下黑棋首先要把右下方大龙连回。 然后白棋抢到个先手，再往左边点刺，啊，黑棋这块棋还是会出现问题。我们来看实战，实战白棋往上小尖，黑棋挤住，然后白棋再往上一长，这样下，黑棋还是应该选择粘上，啊，粘上的话，首先大龙全部连回，啊，这里也就出不了棋了。白棋要是往旁边打吃，黑棋提掉。 白棋往右边一长，黑棋粘上啊！白棋往中间一挤，黑棋在右边切断。如果说形成一个转换的话啊，白棋吃住左边这一块，然后黑棋再往上方一提啊，这个是黑棋现在最佳选择。我们来看实战，黑棋选择切断就比较复杂了。白棋往左边一冲，黑棋反冲一手，白棋在上方切断。 其实接下来黑棋只要选择贴住啊，紧住白棋的气，白棋还是不行。白棋要是往旁边连回，那黑棋往上一提，白棋在右边断打，黑棋反打，然后白棋往左边一扑，这一带形成对杀的话，还是白棋气不够啊，因为白棋提掉的时候，黑棋往左边打吃，白棋一提，黑棋可以往外一侯长气。 这样下白棋不行。如果说黑棋贴住的时候，白棋往右边一虎，那黑棋打吃，白棋往上方顶住，黑棋可以选择扳断，白棋粘上，黑棋再一提。啊，这个对杀白棋还是气不够。但是下一手棋，黑棋出现了问题，就是选择往上跳一个。这样下分段白棋的话，啊，但是没有紧住白棋的气。 白棋往右边断打，黑棋反打，白棋再一提，啊，黑棋把这颗子吃通，白棋再往左边一扑，啊，这样下这个对杀黑棋就不太行了。黑棋要是选择提掉的话，白棋提掉这颗子；黑棋要是往左边一长，白棋冲完之后再粘上，黑棋粘上，白棋先手一挤，然后再往上方断打，黑棋粘，白棋再往左边一扑。 紧气，那很明显黑棋气不够。黑棋要是选择往左边一飞也不行，白棋冲断，黑棋在中间一粘，白棋往旁边一走长气。黑棋要是往左边一冲，白棋提掉，那黑棋还是气不够啊。所以说，刚才黑棋选择往上方跳一个，没有紧住白棋的气，被白棋往这儿一扑，那这样下。 黑棋对杀已经气不够了，所以说接下来黑棋选择往左边一飞，白棋提掉，那这样下白棋已经翻盘了。黑棋再往上粘上补断，白棋往右边一虎啊，黑棋往下方一冲，白棋挡住，这个地方也没有棋。如果说黑棋断打完之后再往左边一长，白棋靠住，黑棋往左边一夹，白棋可以一路立。 啊，白棋右下方大龙还是可以全部连回。使正黑棋往前一跳，白棋靠住，然后黑棋往左边小尖，白棋先往右边单背一手，黑棋双一个连回，然后白棋再选择跨断，黑棋往右边一扳，白棋连回，黑棋再往右边先手一虎，白棋冲断，黑棋站上。 虽然说黑棋左边这几颗子连回了，但是被白棋往左下方一冲，黑棋已经不能再选择提掉这三颗子了，不然的话被白棋往右边切断，那黑棋左边这一块就全部死掉了。所以说黑棋只有选择粘上，然后白棋再一粘，啊，最后走到黑棋往下方打吃，白棋粘上的时候，黑棋就认输了。啊，黑棋现在的空肯定是不够了。 那这盘棋杨鼎新也是非常的可惜啊，一直到收官阶段都是黑棋非常好下的一个局面啊，但是黑棋如果说在右下方早一点补一手的话，那白棋后续就没有太多的机会了啊。实战黑棋选择连回左边这颗子，然后被白棋往右下方点刺。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比较麻烦了啊，但是如果说黑棋后续的这个应对不出现问题的话，啊，接下来收官还是黑棋小优的一个局面。最后黑棋的问题就出在上方，如果说选择贴住紧住白棋的气，那这个对杀白棋还是不行啊。但是黑棋往上一跳，让白棋这儿气松出来的话，啊。 白棋往左边一扑，那黑棋棋就不够了。好，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来到这里。